是什么？是法相，少则封建体之术，天妖神。 藏儿的天妖身，似乎要比少泽峰的更强。现在已是年轻人的时代，咱们就不要去深究孩子们的秘密了。如今战局逐步明朗，若再得知小纯无恙，甚至突破筑基后期，必定士气大增，势如破竹。 义父和铁木老祖所赠丹药果真奇效，接下来就是冲击筑基大圆满，然后是金丹。听说若能金丹，至少可以增加500年寿元，500年。小春哥，小春哥哥，你出关啦？叶藏，你刚刚说什么500年？大家都在啊。 怎么又来了？今晚这眼神的杀气藏都藏不住，想必刚刚又是一阵腥风血雨，还是别招惹为妙。只能使出那一招了。好久不见啊！小春哥哥，怎么回事？你刚才不是还很顺利吗？ 消耗过度，让我一个人静静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那个，不是说让我一个人静静吗？我喝药怎么好得快啊？小春哥哥别怕，人家给你准备了解渴的糖果。小妹，其实我。 幼稚，糖果哪有姐姐甜呢？要说照顾人，还是姐姐比较有经验。叶藏弟弟，来，张嘴，姐姐喂你。啊。 小春哥哥，你刚刚破镜真是真大，这让我想起你以前威风的样子啦。你离开宗门这么久，可不要忘了我们才是青梅竹马哟。叶藏，你的这位青梅竹马怕是还没搞清我们的关系吧？啊，关系？阿姨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<笑>我和叶藏在巨鹿试炼生死相托的经验，你这黄毛丫头懂什么？小春哥刚入山门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了，论感情比你深厚。 这又是闹哪一出啊？就算食补也用不了这么多吧？那我先尝尝这个吧。<笑>小春哥哥，灵溪宗的家乡菜你不想先试试吗？这边可都是你以前最爱吃的菜呢。 天这么热，吃点凉菜解解暑嘛。我，哎，叶藏，凉菜吃多了对肠胃不好哦。我血溪宗的佳肴不仅滋补身体，还对修为大有裨益哦。先吃我的，叶藏，先吃这边的。先吃我的。 别这样，我都吃，都吃还不行吗？这边，小春哥哥，行，先吃我这边，是我的。原来是做梦，此地不宜久留。
叶藏，你醒了？小城哥哥，你要去哪儿呀？我带了点血蝎宗的美食来给你补身子。哼，这也拿得出手？我们侯氏家族做了一些灵犀宗的特色菜肴，都是小城哥哥你喜欢的呀。侄子没法过。叶藏，叶藏，你怎么了？小城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小城哥哥，我只是想一个人静静，为什么这么难？都怪你，叶藏大病初愈，做那么多菜干嘛？你宋阿姨，你别血口喷人，小春哥哥就是不想见你。小春，拜见两位老祖。你伤势如何了？小春伤势已无大碍，早就换上战衣，只盼立即奔赴前线。好，待你痊愈再去不迟。不，与宗门大义相比，我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？重要的是，我的伤值得。我的伤是为了守护宗门。战场刀剑无眼，生死无常，你不怕？我身为宗门一员，既知战场凶险，又岂能看着同门厮杀，而自己却留在温柔乡中？小春哥哥，不好，这两位不会也要跟着去吧？两位老总，不必再劝，我意已决。也罢，明日我便为你开启传送。何必等明天？弟子这就动身前往，为我两宗肝脑涂地。哎，小春，走错方向了。前辈，前辈，能商量个事儿吗？干嘛？前辈，我现在对您已经没用了，是不是可以把我放了？把你放了？战场凶险，我不求像前辈一样建功立业，只想做个普通人。求求前辈，看在我忠心追随的份上，就放了我吧。罢了。如何？这容器能用吗？能用，能用。这难道是前辈专门为我准备的？本来打算以后让你跑腿时用的。才刚死不久，玄息宗境内怎会有丹心修士？谢谢你多年的陪伴，希望你以后能活得自在。去吧。多谢前辈大恩。一身绝世毒功又如何？
真以为能改变丹溪覆灭的命运吗？大师姐，你这个叛徒！叛徒？我本就是玄息宗千面子之徒，何来叛徒之说？连丹溪宗都被渗透了，这对师徒真是一个模子的缺德。玄息宗，哼，你们机关算尽，还不是被凌血两宗连破16道山门，半数疆土尽失。口无遮拦。笑话，所谓两宗联合，起因不过细于一小儿。只要那白小纯身死，以他们多年积怨，分崩离析不过瞬间。如此脆弱的联盟，让他们猖狂一时又如何？还想杀你白爷爷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大师姐，良禽择木而栖，你可要想明白了。我陈曼瑶纵是战死，也不会与你为伍。是吗？是失误。走。赵元府，追。应该甩掉了，姑娘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你是？不必言谢，咱们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全。你还跟着我干嘛？真以为这就能逃掉吗？白小纯，你认错了吗？别装了，现在四宗之内，你的名字相貌谁人不知？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杀了你，我宗统一大业就成功一半了。杀！大儿，我等奉铁木老祖之命保护少主。两名金丹，撤！少祖先行一步，追！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，还是老祖对我好，为我筹谋安排。丹溪宗大弟子陈曼瑶拜见灵溪少祖，血溪血主。你刚刚跟着我，就是为了此刻？我率队拼死突破包围，深入玄溪，只因宗门已到存亡之际。恳求两宗救丹溪于危难。此等大事可不是我说了算的。但你是白小纯，请您帮我引荐老祖。跟我来吧。白师叔为救灵溪宗几度舍生取义。叶血主是血祖钦定的血魔传人。白师叔同我们情比金坚，是我们灵溪弟子的精神领袖。叶血主和我们血脉相连，是我们血系修士的力量源泉。他是我们转传承序列灵溪少祖。他是我们中风血子血系血主。灵溪少血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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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溪少血主。这么欢迎我？去做你该做的吧。多谢。王八蛋！你说什么？少主，说什么？少主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争来争去？我会一直与你们同在。白师叔，这都吃了吃了。白小纯听令。